那个身为老人代表，今天一样带来很多老歌，经典老歌，好不好？希望可以让大家开心。来，老师，请帮我下歌，谢谢。第一首歌《钢弹 ZZ》，啊，你没想来。生まれた未来戦士よジェットマン、あ
Ooh!
今天的表演，除了在 Facebook 可以搜寻郭靖自然之外，也可以搜寻我家的排骨汤哦。光华耀炖排骨，真记碳烤巷口店，高雄市林雅区036号。就是这么无情，业配总是来的这么突然哦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今天如果大家如果有仔细看那个活动内容，都知道今天那个如果消费满200块，你们好像可以提那个发票去换那个。 拍立得兑换券嘛，对不对？不是拍的手机拍兑换券，对啊，那个手机拍兑换券就可以拿去跟你们喜欢的表演者合照。嘿啊，我的话会在那个地方。有没有看到一个戴口罩的橘色的小精灵？嘿，那个他有戴口罩吗？哦，他有戴。对啊，那个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摊位看是要跟我的墨镜合拍，还是跟他合拍？ 还是要跟梦魔幻合拍都可以，对，随便你们，只要我们瞧得到都可以，要跟那个报纸合拍也可以，对，真善人，哦，对，今天的我们的团名就叫真善人 ，OK， 超美的，对不对？你要记得来支持一下，哦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支持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，我们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们这个 TIL 才能一直办下去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好，为大家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，一样是老歌的啦，一样是老歌的啦。 你才刚来没关系，我等一下会上来，直接爆雷好不好？啊，没有关系，我等一下会上来，就讲第二次了。哦，好，直接下歌，来老师，谢谢。
谢谢。